欢迎回到 Hey Jones， 我是马里奥。自媒体时代，每天都有无数的视频被生产出来，推送到我们的眼前。那么一个好的视频开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何在短短的十几秒甚至是几秒钟内抓住观众的眼球，成为了每一个视频制作者值得考虑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拿一个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的案例，美剧《绝命毒师》，来和大家聊一下怎么样做好一个视频的开头。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走一波，如果看过的话可以扣个一。提前声明，本期节目会有轻微的剧透，没有看过原片的小伙伴们谨慎收看。从零到一学影像，欢迎全网搜索 Hey Jones， 全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等着你。绝命毒师非常会玩叙事结构，最经典的就是每一集的开始都会有一个简短的前导片，英文名叫 teaser， 原意指的就是放在电影片头字幕前的一场戏。可以说在对 teaser 的运用上，绝命毒师算得上是教科书级别的。以第一季第一集的片头为例，荒郊野岭，一个全身只穿了一条白内裤的中年男人驾驶着一辆房车一路狂奔，房车一头撞上障碍后才停下，男人下车听到警笛声响起，用手持 DV 录了一段遗书，然后持枪走到马路上，将枪对准了前方，接着就黑屏上 OP 了。一个简单的 teaser 就让观众产生了无数的疑问，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个人为什么只穿了一条白色内裤？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会被警察逮住吗？带着这些疑问，观众正式开始了这部剧。试想，假如没有通过这个片头来设置悬念，全剧从一个生活乏味的中年化学老师的日常生活开始，恐怕不少人都会在十分钟后骂骂咧咧地退出播放器，误以为这是一部无聊的家庭伦理剧。而有了这个 teaser， 观众就会对老实巴交的化学老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而充满好奇。对于影视剧来说，为了让人物丰满真实，行为合理，大量的铺垫是非常必要的，也导致剧情比较慢热。通过巧妙的剪辑每一集的 teaser， 就能成功的引诱观众一直看下去。这就是片头最主要的作用，设置悬念。大部分悬念在本集就会揭开，但还有一些则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比如在第二季中出现的粉色小熊，从第一集的 teaser 中就出现，直到最后一集才揭开谜底，整个悬念贯穿了整整一季，每一次出现就多一点信息量。尤其是在第四集的 teaser 中出现了疑似男主的眼镜，在第十集的 teaser 中则出现了被撞碎的前挡风玻璃，以及通过运镜带出了两具尸体，悬念拉满，让观众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这两具尸体都是谁的？关于绝命毒师的 teaser， 其实最神的就是每次都能做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比如上面的两具尸体，观众的心整整悬了四集，心里一直在琢磨到底谁死了，结果最后来了这一句，这俩谁也不是，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两个路人。我于是就有一种自己被戏耍的感觉，正想生气，仔细一想，一切又却在情理之中，于是不得不佩服剪辑师的高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第二季第二集的 teaser 是一台不断跳动的汽车，非常有规律的震动，大家认为是在干嘛呢？就不剧透了，大家自己去看吧。总的来说，绝命毒师中 teaser 的作用有设置悬念、埋下伏笔，或者干脆就是把本集最精彩、最有戏剧性、冲击力的片段放在开头，吊起观众的好奇心。OK， 我们分析了那么多，我们将如何运用到自己的剪辑中来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这条视频最闪亮的地方稍加剪辑，放在自己的片头。如果你是一个旅拍博主，就把最精彩的画面放在片头；如果是剧情短视频，就把最冲突的情节放在片头；如果你是一个观点输出类的博主，就把最核心的观点放在片头；如果你是一个搞笑博主，我的视频往往开头八秒钟是我是个整个视频里面最强的梗之一啊。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要在前八秒钟把所有观众吸引到。对，这里其实可以说到一个理论，我们自己是有个30秒理论，就30秒内必须要踢你一脚，就是把标题给回答掉的这么一个。没有，我们差不多是这个逻辑。我们是在前八秒钟内必给你搞笑一次。事实上 ，B 站上有很多优秀的博主就是这样去设计片头的。数码区的何同学，拍摄剧情短片的导演小策，美食区的小翔哥，直景区的拉克斯等等。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每个人的耐心跟注意力都非常有限。一个让人期待的片头会对视频的观感有不少的改善。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喜欢的话，求个一键三连，我们下期见，拜拜。